对某些人来说，100元能做到的也许更多。电商平台首支公益广告影片上线，推广与近百间公益团体合作的百元捐劝募计划，100元积少成多，帮助弱势民众。我们以公益团体合作劝募已经迈入第7年，目前已经推广了超过50项公益计划，非常感谢公益团体一直以来对台湾社会的付出。电商平台合作多年的创世基金会收到善款补给尿裤，看护店植物人受到照顾。平台观察用户最关心的前3项议题，分别是儿少福利、流浪动物，还有身心障碍议题，捐款成长，帮助更多人。2023年，公益团体透过平台劝募增长3成，非常感谢我们的用户爱心不落人后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。秉持着回馈社会的理念，与公益团体合作的募资，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免除成交手续费，期许为社会责任尽一份心力。只要100元，4个步骤：下单、付款、完成订单、进行评价。一点点的付出，凝聚更多力量。透过公益，善的循环，台湾更好。三立新闻台北报道。